Angelababy 怀疑因为早前到法国睇 Blackpink 嘅成员 Lisa 演出嘅19禁 show， 遭到社交平台封杀，唔单止喺平台遭到降级，之后又传出佢削售价值5亿人民币嘅豪宅，令外界关注佢嘅经济状况。日前内地甘肃发生 6.2 级大地震，公益基金会公开踢咗 Baby， 感谢佢喺灾难发生之后捐赠保暖嘅防寒衣物、棉帐篷同埋发电机等等嘅御寒物资，令到网民对佢嘅评价大反转，纷纷留言力撑佢。